开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我是陈笑。那么在春天啊的周末晚上，拍宝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么今天是3月17号，来小文，到4月17号还有多长时间？差不多一个月。还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好，那么咱们上来先来报复哈。这因为拍宝节目不光给您带来知识，更带来乐趣。那么介绍今天到场的鉴赏专家，首先介绍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竹兰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好，希望从春天开始您又能收藏到更好的器物。嗯，好，那么希望您这个一整年都有收获。那另外一位专家呢，刚才给我算这时间账这位哈，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咱们拍宝特约的艺术品市场观察员王小文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拍宝节目，也非常想念大家。现在春暖花开了，哎，可以到处走一走，去捡捡漏，看看宝物。嗯，当然了，也多看看我们拍宝节目，哎，千万别上当。没错，那么面对您呢，是多到处走一走啊，捡捡漏；面对咱们王老师王小文，走一走，捡捡肥，对吧？保重好身体。好，咱们看看场外，今天场外呢也比较有意思，有咱们的嘉宾，你很熟悉的真奇真眼。今天呢还来了一位，这位穿了一身大褂啊，这在行里呢有个行话叫挑，大褂叫挑。那么这位是谁呢？是咱们相声著名的青年演员赵克。那么两位搭档为大家伙来张眼把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新一期的拍宝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您的朋友真奇真眼，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啊。好，来，谢谢大家。今天还得隆重介绍一个啊，这是最近咱们栏目组为了配合我的要求啊，根据我这个个人知识含量还有平方面积立方体积，给我搭配了一助理啊，这个小赵赵克先生啊。哎，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以及各位藏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赵克。哎，你各位您也看得出来啊，是不是我穿这身衣裳好，是不是给您一个小时您猜一下啊？一个小时啊，没错，猜对了，变魔术的。啊，变魔术的呀。没听说藏什么呢？我这藏什么干嘛呀？我跟您说，我这个助理特别好啊，这小赵为人也好，干活也好，手脚特别麻利，是不是？最重要的，您看这形象好，哎，啊，跟我特别搭配，所以希望藏友朋友们能够喜欢。这个头一位，我看这大哥啊，这脸上特别高兴，是吧？是不是？您从哪儿来呀，啊，大哥？我从温哥华来。温哥华来的？对呀，啊，看我们这节目慕名而来，看很多了。哎呦，太好了！您是哪儿人？是广州的，出生在广州。带什么宝贝来了呢？这个钧窑盘，我也不懂哪个朝代。哎，您给专家鉴定鉴定一下。您先瞧瞧。瞧瞧啊，对，这行嘿，可了不得了。这其实跟我们家那也差不多。哎，你别给变没了啊！他变魔术的，一会儿他给藏起来。这跟我们家这差不多。按说这应该看看这底下是不是？对对，哎呦，还有点意思。你看，你瞧。首先说这底下，嗯。没字儿，没字儿，这是哪儿来着？这温哥华的盘子，带到北京，对，回流的，哎呦，对，哦，在那儿买的，对，当时这盘子多少钱？您买的时候也不是很贵，哦，那就没有多少钱的了。谁说的？您拿住了啊！我以为要当飞盘给扔出去呢，您可拿住了，这钧瓷可了不得了。您看上面这斑斑驳驳，它烧的时候特别费劲，为什么呢？温度差一点这就全走了釉了。这烧的就不是特别好看了，这个呢红的地方红，绿的地方绿，而且有这个斑了，说明这还是比较倒带的。您这按什么时期的钧瓷买的？我不懂啊，不懂，所以找专家来认定一下。不懂就好了，一点都不懂吗？一点都不懂。太好了，那我就随便说了，随便说。你给估个价吧，这玩意儿，哎，好，什么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藏友可揍你啊！这宝贝，这宝贝，你说这玩意儿像话吗？不，这个很多的东西，我个人认为 啊，就是不管它是价值连城也好，对，还是说很便宜也好，哎，但是对于咱们各位藏友来讲，这都叫玩意儿。哟，你看他这说的还挺对，全圆回来了。关键是一心态，这改八马褂了。我猜猜啊，嗯，我要是猜低了，您可别不高兴。没事，没事，没事。怎么着，算上机票，再算上签证，这里边附加的东西还不少。10万块钱够了，够了。哎呦，我可不买啊！10万块钱有人买哦，一会儿卖给他了。好的，10万块钱我觉得稍微高了一点，八万块钱吧，八万块钱。好的，好的。往返机票您自够了，够了，够了。机票不能算里边，我觉得第一倒带，
钧窑应该到代是什么年代啊？我问问您。不懂啊。不懂啊。这不行。宋也行。啊，宋也行。啊，清宋也行啊。清代也行。哦，宋代也行。真随和的。没事。这好，这朝代风紧的，您这是啊，随便变啊。这应该能到宋代。给您红包吧。好，谢谢。我的谢谢。主要向您这种精神表示感谢。啊、谢谢谢谢。不远万里。谢谢来到我们栏目啊，好，那么回到现场，今天送给咱们观众的奖品，甄琪来了哈，甄琪就带来他的画作啊，这幅真迹，甄琪的真迹，这个又到一年，美味，又到一年，哎，您咋没看的是，我没看这个，一年美味十，哎，没错，这个呢就是先提前送给您吧，您等着到这个中秋时候，您挂在家里。对，是吧？是大闸蟹，甭买大闸蟹，您看上它就够了。哎，这个画得很喜庆，也是咱们棋派这个棋门的传人。那么，怎么得到今天的奖品呢？在节目中给您出一道题，第五名答对的观众就将获得今天甄琪的画作。那拍宝节目要鉴赏古玩，介绍艺术品的知识。咱们现在开始，有请第一位藏友，有请来。来自广东是吧？对，广州。哦，广州，嗯，广州好地方。广州到三月这时候得多少度了？已经到三十度了吧，将近？没有，二十来度。二十来度，哦，是这样。反正肯定那边是先比北京更热一些，是吧？鸟语花香，真是，嗯。好，看看这位藏友带来的宝物，有请张老师。多么好的一件盘子哈，钧窑啊！首先大家觉得这个钧窑在我们来讲很名贵了，因为钧窑是我们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那么看这个红斑呢也特别好，月白釉也特别漂亮，从我们的直观角度来讲，这个钧窑盘子还是很漂亮。作为老百姓收藏来讲，我觉得谁家有一个钧窑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那是都觉得钧窑很贵，钧窑一片哈，对，价值连城，家有千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在大众收藏来讲，我觉得还要慎重一些。钧窑为什么好呢？因为它是从宋代开始利用了这个铜红釉，那么在这个经过一个1200度烧以后，反出了这个红的颜色。那么过去我们说在钧窑以前，我们都是素色的，比如说白瓷和黑釉，那么没有一个带彩色的。到钧窑开始有了这个彩色瓷，是。但是我们说这个钧窑呢，在当时宋代来讲，它也是给官家烧的，不是给老百姓烧的这瓷器，所以我们说钧窑在今天来讲保存的很少。那不是说没有钧窑，有。那么我们说钧窑它因为是给官家烧的呢，它后边一般的都有酱釉，到了元代以后或金代了，就是变成这种胎子了，后边就不带釉了，也不是给皇家烧的了。那么只有宋代的钧窑价值连城，是。那么金元那价值就相差很多了，市场也相对比较多。如果大家收藏金元的东西还是可以收到的，是。那么宋代的钧瓷老百姓来讲确实很难。九几年我们拍了一个钧窑喜子，当时就是北京的大藏家赵家的东西。那么说这种钧窑呢，一定宋代的钧窑一定是流传有序，而不是说我就能从市场上买一个，历朝历代它都是很名贵的东西。我记得我们九几年拍的时候，九几年我们的房子好像才几千块钱哈，我记得我们那才1450，那时候钧窑就拍了300多万。对，那个小哥还上学呢，可能。对对。1997年嘛，我们拍的第一场，当时那钧窑喜子在展览馆展览了3天，大家都来看这件东西。当时有2件，所以我们说不是说钧窑，说我们家原来我现在没有钱了，我要拿出来卖了，不是这个说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收藏钧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这件钧窑，我觉得首先釉白釉很漂亮，而且这个红斑哈也特别好，釉的变色当中千变万化。钧窑没有相同一件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钧窑当中就取决于釉色的好看和变化当中。那么这件盘子变化的也好，对，但是这个年代不老，这件东西呢只是几十年。那么我们说这个钧窑有没有仿的？有，我们在那个光绪到民国这时期仿的钧窑也很多了，对，清代的中期的时候也有，但是我们那个钧窑和真正的宋代钧窑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它就叫钧瓷了。对，所以仿钧釉，我们叫仿钧釉，那是景德镇，景德镇烧制的，只有我们现在才有仿钧窑，仿的
觉得很漂亮。晋阳也是现在我们河南省一个名片，就我们国家送国礼啊什么的一个名片，也是我们文化传承，所以我觉得大家收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想买宋晋窑还要到国家主祭道、张老师您看他这烧的这个图案多么有意思。对，您看特别像佩奇，您知道什么是佩奇吗？就是那个动画片那个、啊、真行哎，小孩乔治呢乔治是佩奇的弟弟，也是你你看这点像啊，是有点像。来点像，咱们把这盘子给乔治啊，不是给王小文老师、他们都管我叫舒塔。哦，还有一贝塔吧？对，那是你。嗨，得得，还是哥们儿。嗯，好。来，有什么要跟那个藏友说的吗？这个、当做装饰很好看啊、颜色很漂亮。是，对，只能是收回我们这个保护奖励基金了。好吧，好，咱们获得知识了。谢谢好，感谢参加拍宝节目。都说以前啊，说这蚯蚓走泥纹是钧窑鉴赏的重点，说要是没有呢就是假的，有呢就是真的，仿不了。那现在河南人家烧这钧窑，仿钧窑烧的这好极了，都有蚯蚓走泥纹，很简单，成功破译。对，所以这不能作为唯一的重点。另外您看这红斑，刚才红斑呢变化的太死板了，边际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应该是过度自然。当然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让您完全领悟的，慢慢看，多看拍宝，你就能多少掌握了。哎，又来一位大姐啊！哎，我发现今天好像女士比偏多，您看没有？您是从哪儿来的？我从昌平。那地方草莓特别好。昌平啊，您不知道啊？不是，是是。哎，对，就是我又没让您请我们吃草莓，您可以请，可以请，是不是？可以，嘿，可以请，多随和。大姐真好啊！经常看我们栏目吗？经常，经常看哈。今天您带多少草莓来的？带多少草莓像话吗？这倒真实在啊！说草莓就草莓，人得带宝贝让咱带宝贝来。对对对，这个您的宝物是？这个是女画。你瞧，罢了，带来一幅画，这可了得了。这是甄老师的，哎，还挺了解，是不是？来，赶紧给大家介绍介绍。哎，这个根本不会。什么叫根本不会？这画我跟您说啊，还真好。他这个仕女过去讲究啊。就是赵克这种脸型就不合适了，现在咱们都说是小巴掌脸，这个瘦脸是不是上镜以后一看特好，你像我这种脸就不行，大腮帮子一上镜跟烤囊似的，他这就不合适，必须是小瘦脸。但是我跟您说，在仕女画上，这个画的这个仕女他必须得是小圆脸，他让人一看啊，这个比较的圆润，让人一看水亮，一掐一股水那种感觉，就不能是尖脸。你这不行，你这一下把纸给戳破了，你这太尖了啊！这个画的为什么说好呢？他画的是一个侧脸，而且是一个侧后75度的脸，这是最难把握的。为什么？必须对人的肖像啊，您得了解，对他整个的骨骼呀、还有他这个姿势啊，还有他这个骨骼，哎，有骨骼啊，这个都说。里边这你看这肩膀这腰条，它其实您看着没骨骼，它有衣服，其实它把骨骼体现得非常到位，说明这画家有功夫。我觉得这也不错啊。为什么说不错呢？首先说比我画的好。废话，多新鲜呢。我觉得用这个叫什么用料啊，用料啊，它是做水煮鱼的，也就是颜色方面特好，哎，没有那个大红大紫，你瞧，哎，这说的还真对，特别有点这个清秀，很淡雅，哎，很淡雅，尤其这香炉上面这一路烟，哎，对对对，是不是？您是怎么得来的这个？朋友送的。你瞧人，大姐，人品，这是人品啊，人格魅力。我们的朋友怎么了？冲这我送他一路啊！我看他老拿这说事儿，这不成，一路就不值钱了。这个是谁画的？我看写是云山，云山，这云山是笔名哦，戴维祥哦，这位先生叫戴维祥是吧？对，我觉得这幅画的感觉应该是近现代的，70-80年代那会儿的感觉。这你知道是谁吗？这画的，这我考考你吧，您来了这个吧，这是谁？这回。您算是打手背上了，真知道这个。您说说吧，仕女。这废话，她可不是一女的吗？这哪看得出来啊？这我告诉你，貂蝉，貂蝉、怎么呢？拜月啊，这晚上，抚琴拜月。这也没有月亮。这月亮在这画外面呢，这才给人一种意境之美呢。价格白送您的哈，您估个价吧。您自己有这个心理价位？心理价位吗？没有。我估计这个啊，友情价的话，瞎说啊。没事，没关系。5000块钱，差不多5000块钱原装原表。我是冲着貂蝉给的这价、冲貂蝉啊，我是冲吕布给的这价、还真不错。您还别说，祝贺您啊！好，我来红包给您。好，谢谢。来，您好，谢谢。
哎，您好，您好，看看您这张画，坐，哎，朋友送的啊，哪一年送的？去年。去年送的啊，那新送没多长时间啊。好，那么咱们请王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知识。这幅画啊，这是传统的一个题材，画的是闻香抚琴。这个画片呢，就这个样子，在这个古代啊也很常见，一般画人物画的会画到这个题材。弹琴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焚香。对，这个过去你像俞伯牙和钟子期，有这么一段故事，说这个伯牙谢子期里边也提到，说弹琴啊有六忌七不弹。六忌说的是天气什么什么样的不能弹，不能弹，风啊雪呀、暑啊寒呀，这很多。七不弹里边有一些，包括说这个衣冠不整不能弹，就是没有净身不能弹，还有重要一条说没有焚香不能弹。所以焚香跟抚琴这两个呢是一起的。这个是传统的一个画片，人物画呢画的一个背影，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当然的这个衣纹啊，包括这个身上的一些这个配饰啊，琴呢琴弦呀，表现的也比较这个客观真实一点吧。但是从画上看呀，这个人的绘画的水平不是那么高啊，画的相对呢用笔会弱了一些，包括这个色彩的这个运用啊，比较清淡吧，没有这么讲究啊，可以说，包括这个用线呀画的啊，你看也比较弱一点，弱一点，弱一点就是没有那么专业，是吧？应该说没有那么从画功力深厚，对，功力不够深厚啊，包括他这个画这个石几呀，或是这个香炉等等这个配合，你包括你看这个香炉的这个腿啊，画的交代的比较。草率，草率，对但有点意境，这个香啊燃起来这种感觉是，谁画的呢？云山呢？这个不是太熟悉，对，这个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年代了，可能几十年，几十年。刚才您说这个是什么地方的一位画家？安徽的，戴维祥，戴维祥，这有这个印章吗？这个维祥。就是您了解这画家吗？我不太了解，也不太了解哈。不是大名家，不是大名家，对画的也一般，就地方的，可能是在当地有些名气，在这边咱们可能不太了解的。对，这个还有一个题这个也不是特别有名的这个人。那么什么时候画的呢？有没有够民国呢？这牵扯到了您这个要发保护奖励基金的事儿，王老师啊。这个不够民国，不够民国，对，这肯定不够，行制也不是，写的这个是癸丑吧，这也不是民国，可能有过那么二三十年，也就是基本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家里挂一挂，当个装饰也挺好，但是呢，收藏价值可能差一些，因为它太不知名了，这价格呢，咱也没法参考，因为它没有一个市场的成交的记录被咱们能够参考，或者是这个是吧？对，那您还有什么要跟咱们藏友说的呢？按我们这个节目要求，我们收回这个宝物奖励基金。没关系。好嘞，好，谢谢，谢谢参加太保。说一个这个行里的，比如说书画行的这么一个，从价格上这么一考量的方式，画人物是不是比如正面的比侧面的、背面的要贵？如果有这说法吗？有这个说法。如果是同一个画家，精彩程度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肯定正面的要贵一些，要贵一些，侧面的差一点，背脸的肯定就差更多。比如说咱们拿黄豆先生的画作来说，黄豆先生画的人物，正面的，大概其有没有市场参考价？比如说画个五平尺的，五平尺，这个设色很艳丽，很丰富，人物正脸的可能要200万。比如说但如果侧脸的呢，可能就变150万或者120万等等吧。所以是在业内有这个区分的。您在收藏的时候呢，对这个价格的这体系应该知道一些。对，妹妹你好。你好，从哪儿来的您？哎呦，还握手啊，赵克老师啊，这是我的一个学徒，是吧？今天主要是对他进行一个考核。往小辈上说，这个从哪儿来？海淀。海淀，海淀嘛，既有海纳百川的情怀，又有沉淀的这种文化底蕴。你说咱解释的多好，是不是让您听着就那么高兴啊？对，这带什么宝贝来了？这两家胆瓶是不是？胆瓶啊，这不错，你好的胆子，你敢说这是胆瓶？这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象腿瓶吧，这是应该是吧？象腿瓶，什么呀？象腿瓶，大象腿哦，像大象腿一样，
象腿瓶。因为我小的时候 啊，我家里边那时候住平房，也是有类似于这么一个。对，它那器型差不多。您说那胆瓶跟这还差不多。胆子，但是上面那嘴好像比这开的大。啊，对对对，撇口的，对吧？对，为什么呢？它那胆子它好拿，也好往里戳。你看平时家里家大人要管他不听话，拿胆子抽两下，他好往外拿。刑具，对，抽完之后就搁这家法，这是。这个呢，它这个口就没有那么撇了。嗯，这还应该是一象腿瓶，底下画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好多小人儿，好多好嘛，好多小人儿，他是看画片来了啊。应该四妃十六子，那孩子都哪儿去了？孩子们都上学了啊，这已经正值春季了，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学了，四个妃子啊，四妃十六子，多少钱买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哟，不是您的呀？嗯，是家里的。哦，我老公买的。哦，老公怎么不来呢？让您干这粗活。老公上学去了吗？嚯，哦，十六子又老公一个，送孩子上学去了。背哦哦，是吧？好，对，他说的还真对啊，送孩子上学去了。多少钱透露了吗？不知道，也不知道。嗯，哎，您这个在家里理财吗？管钱吗？这一方面我不理。哦，就是随便。反正你喜欢你就买。对，哎，其实这可以，这家伙手够松的，你说说啊，喜欢什么买什么。我听着都嫉妒。跟你姐姐好了，对他甭说买这瓶子了，我看一眼都不成。这画男的我还能看，哦，画女的，画女的看了都不成。那赶紧看看吧啊，他可看了这瓶子上的，回去跪键盘去了。还有什么呀？不错，还有一个这个，旁边一这个。哟，这好啊。这个是鼻筒，我觉得这东西搁鼻筒是不是有点不太实用啊？为什么呀？怎么不实用啊？这一般是这个研得了墨砚宝了笔啊，这写完了以后，这是笔洗，洗完了往这一插，这不往下滴的水啊？啊，不是，您这个笔得全都给它把水挤干净了以后再搁里边，是吧？哎，所以说这个笔筒也特别好，而且它这个有一说辞了，这个呢，这个金丝铁线这搁窑了，上面您看这开片特好。上回又发生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家弄一笔筒也是这种的，比这小，结果晚上睡觉听砰啪砰啪，哎呦，叫唤，那它会不会裂了？特别有意思，它这就是一种裂呀。您摸摸这有的，就是您说这个砰啪砰啪，它就自个儿哦掉下来了，这贴瓷砖上全掉下来了。那这多少钱买都不值了，这不会不会，它这要的就是这种美，这多少钱啊？这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哎，不是你这心太大了，妹妹。我跟您说，这价格可不菲，这一估价，这可不便宜，不便宜。您说了吧，这俩加一块啊？这俩加一块，这俩加一块，4万块钱，他来打包价，来给您红包表示祝贺，谢谢。回去一定得跟妹夫得说说，好啊，不能这么太放松这些。行，你好。两件瓷器哈，嗯啊，大老远来也不容易，咱们这样啊，有请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这笔筒是大家这个现在来讲收藏比较热的，因为文房用具当然，但是这件器物呢，我们大家从远处看，这叫歌词啊，看到它也有这个金丝铁线的这种做法，但这种歌词呢，我们说它做的就很晚了，本身就很晚了。乾隆的时候我们有，但要做的比它要细，色调不一样，虽然都是扁的开片。但是乾隆时候就和这个特别这釉子和这歌我们说这金丝铁线的这个变法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觉得哎呀都是开片，但开片和开片不一样。到了光绪民国的时候，这种器物就很多了，大部分都是民间老百姓用的，就陈设器也好啊，实用器也好，这种歌词就多了。它和我们说的那个宋代的歌谣是不一样的，歌谣，哎，歌谣，咱们叫歌谣，一点关系没有。事儿，那么因为它是景德镇做的，那么我们说了，笔筒都是竖着的，都是一个大口直的，对。但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时期造型是不一样的，这个缩腰缩得太厉害，太缩了，太缩了。清代的笔筒，那么到民国时候笔筒，到现在笔筒，唯一的就是一个从口上来看，我们说的越接近我们现在这个口越薄，同时这个线条来讲，康熙也好，清代末期也好，民国也好，没有这么大的缩腰，因为它的这个线条，我们从直观上看，它这个线条是不美的，而且它这个足是往外撇的，这是和笔筒的制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它这个笔筒看着它底下没有釉，这种做法民国也好，清代中期也好，或清代早期也好，它没有整的都不是釉的，应当是有釉的一种。所以我觉得这件笔筒呢，从实用器来讲不错，而且做的也还可以，但大家一看里头这个胎子拉的就不好了，所以它 很不整齐，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做笔筒当中不可以出现这种瑕疵。这件器物呢，从现在来看它应当是一件几十年的一件器物，不是老的，不是老的，不是老的，但釉色还行，还不错。这叫一筒瓶，是象腿瓶，象腿一样一个直的。这个一筒瓶只有到明末到康熙三个时期才有，但不是说后头没有仿呢，我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到晚清光绪很多五彩的，对、啊、也有了仿康熙的很多，还有。所以我说的是我们如何断代，它不能早于崇祯，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起始的这个点。我们觉得明末了，但是呢它这个时候的崇祯的青花色调还是不错的，它青花色调一般都比较明亮，特别到了康熙，我们说了康熙的时候青花颜色更显得清脆了。那么基本上它画的都是人物和花鸟山水，大家看的这个画的也不错，像这种庭院式的这种装饰，我们看了在这种一筒瓶上和在笔筒上都有这种装饰，但是这种庭院式的装饰，特别这个芭蕉，在明末和清初的时候芭蕉画的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围栏就不代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它这个大家看啊，它这图案是一节一节的，一节一节，并没有整个一个图案的表示，它就没有一个整体的装饰。这一块上应当有一个暗花，它也有，有它也有一个暗刻，有暗刻，但它的暗刻很模糊，造型也差不多，也有这意思，但是呢，我们看底，那它这个胎子比较粗糙，对，这胎而且疏松，这个大家要看到，不是说的，哎，我们看都差不多呀，但你一定要看我们的真的东西是，这个胎土是不一样的，拿到手里这个很重，这就是和这个时代的一个差距。它这是照着一个真的这么一个画出来的啊，它有个蓝本，有蓝本，这是肯定的。这个瓶子这口是太笨了，对，要和我们真瓶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件东西呢也是一件新的东西，说这两件发色都是不是跟当年那发色一致的，一看这人物脸型都代表清代一特点，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从艺术装饰上、胎土上和造型上、线条上来看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这两件东西呢都是几十年的东西，好，不老。正义的事儿，咱们交给王显德王老师。收回我们的这个奖励基金，好，谢谢老师。这两件您拿好，这还是沉的。谢谢参加拍宝。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茂龙独家冠名播出的拍宝节目。刚才这只象腿瓶呢，因为上头带暗刻，张老师是吧？它实际是要仿崇祯，从行里说是崇祯这时候的。对，因为崇祯带暗刻的会更多一些。明晚的这种。这只如果是开门的。画这种大人物侍女崇祯的，恐怕就现在的行情也得在50万左右，因为它是，因为它没法定为官窑，崇祯没有明确的官窑，对，也是50万以上，所以呢，也是这么一个价格体系，您了解一下。拍宝3月10日有奖问答揭晓，问题：答出7珍中任意的3种宝，答案：金轮宝、主藏宝、大臣宝、玉女宝、白象宝、圣马宝、将军宝。恭喜第5名答对的微信名为齐武的观众获得清早期青花山水杯子，精彩节目继续为您呈现。哎，这大姐您好。您好，您好。您从哪儿来啊？我从那个西城区。西城、这是我们的老街坊了。真的？哎，你也西城的？我是宣武的，现在合并了。合并了。对对对。西城哪？西城那个德胜门的。那跟宣武不是一个地方，别套近乎。您今儿带了这个？那拿了一把扇子。是这个扇骨的值钱还是扇面值钱？正因为不知道，所以让专家来给鉴定一下。哦，您不知道？对，这怎么来的呀？这是一个朋友的老尖儿。这个送给您的吗？不是，怎么说呢？您说就这一把扇子，许了3个晚辈。哟。完了以后，最后说的干脆就托我来上这儿，然后让专家给鉴定一下，这把扇子是真假，哪个朝代的？哦，
这朋友的老家呢，把这扇子许给仨人了。对，因为这朋友的老家呢，岁数也大了，有差不多90多岁了，他呢也有点糊涂了。说明老先生很看重这把扇子。对，说明很珍贵。让我拿过来呢，让专家给鉴定一下是真假。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不是那么珍贵，对，是不是名家的作品？对，是不是？对，行，我觉得这个咱这么一看还真好，还真不错。这上头是俩蝙蝠。寓意好，是不是？嗯，这边这是什么？这个我告诉你啊，这应该是仙草灵芝，这叫有福，另外还得有寿，这叫福寿双修。哎，这底下的这个轴，哎，这您知道什么材质的吗？您也玩扇子吧？我玩电扇，我玩电扇，一会儿再搅着你。这应该是就是这个铜的，不是铜的，铁的也不是，牛角钉。牛角钉，哎，拿牛角烫的，要不它一打开它咯吱咯吱，吱妞吱妞响。另外竹子之间的，您看这个包浆都特别好了，哎，您瞧这边还有字儿呢，这边还有字儿呢，一面有画，一面是字，还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后边这字儿写的也好，这个扇子马上就要入夏了，您拿着这扇子平时扇一扇，哎，这扇扇子有讲究，有讲究，说有这个。文人墨客是就搁这儿扇胸脯，哎，文胸五度僧道领，哎，您给说说，收口一袖没身，太好了，哈，这活他有，您赶紧给试试。这文胸是文的扇这个，哎，文人呀，一般都是扇胸口，哎，这个五度，哎，像这一般，哎，这个啊，五声这个。扇肚子，而且是那种大的扇子，哎，扇肚子，还有是僧道领，僧道领，哎，这个哎，像什么僧人呐，啊，这个佛家的这个，对对对，他比较讲究，扇领。还有一个什么，舒口一袖没伸进，书生，扇嘴，说话多呀。哎呦，那我就得扇嘴啊，那我来扇嘴，特别得休息这个，我拿手扇。一袖是什么意思？一袖啊，啊，这您看是不是？这还真不知道。扇袖子呀。媒婆，然后最后就是哦，媒婆扇肩膀，没拉线儿那个扇肩膀，哎，扇肩膀。但是像您这个啊，他们拿的那都不值钱呀。对，您这个值钱，这是文房用品。对，那几位您都不能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是吧？您凉快怎么又凉快，怎么又省扇呢？哎，这我得教给您。您来了吧，拍了冲着自己，哎，拿着脑袋。这么一晃悠，自个儿的哦，这还挺好，是不是？所以您回去跟那哥仨说啊，行，先回家练练，因为这治颈椎，这个就是您先拿着扇子看着，哎，这可不错，然后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呦，我都有点头晕了啊，就凉快了。这个祝贺您大姐，这扇子非常好，这个价格几何呢？给您估一下，您说说吧。好，2万块钱，两万块钱还是保守了，35000。这么着吧，我给您分了吧，一人1万块，那5000块钱您跑腿了，好不好？行，我干行。100，行。你好，你好，喂，嗯，哎，你好，老人家岁数很大了，对，啊，然后这扇子就许了好几个人，嗯，许了3个人，许了3个人，嗯，这3个人就没法说了，都想得到，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是吧？对对，这事也正常，那岁数大，好办法拍了，大家分钱呗。对，拍卖最好的办法就这个。要不您也不能撕了它吧，一人一半。对，我就想说这种事情啊，倒是经常会出现。这岁数大的老先生是吧？嗯，岁数不大的，你比如王雪文王老师，每回见着我都说，哎，待会我明天请你吃饭啊。然后明天见了就没事儿了啊，后天我还说咱明天请吃饭啊，这说了很长时间，一次没请过。嗯，我们隔壁有个人叫明天。哦，一直说请咱们吃饭，没感觉。还有您呢，这得到，开个玩笑。好，回到您带的藏品，有请王老师。好，这个是屈兆麟画的这么一把成扇，两个蝙蝠，底下有灵芝啊，看这个，就是灵芝代表长寿，是吧？嗯，蝙蝠呢就说这个，有福气呗。嗯，双寿啊，双福。嗯，哎，就是福寿。双全吧，有这个都是吉祥寓意，吉祥寓意吧啊。屈兆麟呢是这个清末的这个宫廷画家，宫廷画家，对，他很早，好像10几岁18岁吧就入了这个如意馆了。嗯嗯，但这老师呢之前也是宫廷画家，嗯，哎，后来教他入了如意馆以后呢，就给这个皇帝啊，给这个宫廷内的一些妃子们画画，也有些这个画一些。衣服啊，布面这些图案呀、啊、装饰啊什么的，搞这些。还有宫廷呢，很多地方有贴楼。嗯，贴楼就是这个装饰墙的。对，实际跟今天的壁纸意思差不多啊。画这些东西，他呢还有一段时间，
给这个慈禧啊老佛爷代笔、嗯、当时两个人，一个廖家慧、嗯、一个他徐兆麟。廖家慧代笔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了啊，都知道、嗯、但是他呢可能开始的时候这个保密程度做得还挺高，嗯，后期大家都不太知道，有时候赏赐一些大臣啊都是他们画好的，都出自他们之手、哎、出自他们之手、嗯、老佛爷日理万机的没那么多闲工夫，对，父亲挠他功夫还老画画去、啊、对，这画画得不错，寓意也挺好的。曲兆麟也算是这个很大的名家了，在当时、哦、壬戌，嗯，哎，两个都，壬戌是1922年，这是那就民国了，不，22年是民国，但是这个溥仪还在宫里，哦，12年呢是清帝逊位，24年他被逐出宫了，当时、嗯、冯玉祥看不过，就是22年呢这个、溥仪大婚，嗯，哎，很多这个社会名流啊，嗯，这个都去。有些人还给送了厚礼，吴佩孚啊，什么这黎元洪啊，这些人，嗯，军警站岗啊，什么搞的这个排场很大的，嗯，这当年还住在故宫，等于是，住在宫里，对，这个有一个善后的一些条款，是没错，嗯，后来这冯玉祥一生气，派这陆中麟去给撵走了，嗯，这个呢，他还在宫里，虽然这个民国了，但是如意馆还在，嗯，哎，他这个身份还在，当然还拿着俸禄。哦，还拿着工资。对，24年以后离开了，他也离开。离开以后呢，那就，在民间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也卖画为生。嗯，所以社会上呢，包括现在也流传一些，很多这当年画的画，还是不错的，对，有些功力的。那么前后呢，这个是背后呢？朱一帆。朱一帆。过去画画就晚清，嗯，这个时期有，还到民国也是这样。嗯。正面呢扇子也好，或者是册页好，册页就是对题了，对题，是这画家的画，嗯，那么一定会找一个当时的这个前秦翰林，哦，来写个书法，嗯，这个朱一帆也是，这个是很有名气的了，嗯，他的身份啊其实要比这个画家身份要高，比徐兆麟要高，是皇帝老师，嘿，溥仪当时5个老师，嗯，其中呢教汉文的，嗯，3个，这个陈宝琛、朱一帆、梁鼎芬。他比梁鼎芬位置要高，仅次于陈宝琛了。教英文的是庄士敦，庄士敦这个很有名的。对，所以他的身份高，写的字也不错。当时这个馆阁体呀、啊，已经没落了，因为社会上都开始学碑学了。康有为以来这个碑学兴盛，那他呢还是坚持写这个字体。当然，这个清宫结束以后啊，到民间。溥仪对他还是比较好的，过生日啊，这个年节都要买礼物、啊、都要看望或者派人去，他呢后来就到这个琉璃厂挂单，给别人这个写字，生活嘛，重要是，对，但是求字人比较多，好的，当年的翰林等于是谁画扇面都得流行找他们提个字，对啊，那刘春林不也是这样吗？是是是，过去这个经常书法四条屏，对，这叫状元、榜眼、探花，探花还有传炉，对吧？这个四个人要凑齐了，很贵的。是写的字很端庄、很秀丽、很典雅，有一定的价值。这个扇子呢，一书一画，曲兆麟，这是晚清的这种，风格，其实是入了民国了，够我们这个奖励这个保护基金的这个条件。终于发出一份了，真迹啊！我们都收回来了，没发出去还啊？收回来，未来更好的发。好，好，是真迹，是真迹。那么这把成扇啊，一书一画，那么今天市场价格如何？因为牵扯到，如果这三位这分不了这一把扇，那不能扯开呀。对，扯开不行。那就如果市场真是有价格的话，您那边三位再商量，好不好？嗯，好的，好的。这个差不多呀，3万块钱，嗯，拍卖上来看，扇骨保存的不错，但是普通点就是有个大漆工艺嘛，啊，如果是刻骨啊，有名的呀，那可能光这扇骨就价值不菲。那可不是嘛，但你要说估这3万呢，这数还挺好分的，对，仨人一个10万，对，但是呢，有一个不好办的呢，这个肯定是得得到双份的保物奖励基金，对，这是200。对，200呢，那就都归您了。好，谢谢，您这说好，祝贺我祝您的朋友。好，这个刚才王小文王老师说的特别对哈，因为现在有人专门也收藏扇骨。对，如果这把扇骨是这种大名家的，比如白石的稿，那么再有说是比如张志余啊，或者是谁刻的，这把扇骨可能也都不止3万。对，那当然他要如果是成扇的话，那价格就更高了。以前张老师好像很多人都把扇面拆了，扇骨不要，有段时间是吧？
对，没人珍视它。不是，过去觉得善果很都是一个配饰，配饰，配饰。他就觉得，但后来大家就觉得善果也里头也有好多文化特别克的那种，对，所以他就越来越多。对，您看门口有两位说相声的，他们这行里就喜欢玩扇子，玩扇子。嗯。哎，又来大姐啊！哎，您好，哎，秦老师，您从哪儿来的呀？嗯，我也是从西城来的。西城来的，西城，对，嗯，也是街坊。您不是德胜门的吧？我不是，我是西直门的。嚯，那也跟你不是一码事了啊！您选我，这是我高低碰您街坊。对，这个带来这宝贝，您已经不用过多介绍了。对，就是一个碗。一个，嘿，您看说的非常是大大咧咧的啊，但是这碗可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您先看看这碗吧，这碗可了不得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拿好了啊，这可真不是一般的碗，好吗？这非掉地上不可。刚您拿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跟一般的碗呀，这个不一样，大有不同。您说说吧。首先那个，就这特薄，我觉得。哎，对喽，对，倍儿透亮。哎，在灯光底下一看能透过去。对对对，哎，但我在超市也见过这种。嚯，好，十块钱一摞那个，但比这还薄。嗯，这个，哎。有东西了吗？这回有东西了。大清光绪年制，可以啊，很道带，光绪年本朝的。而且我跟您说，这碗是一个官窑的碗。你看呢？咱们这个相声里有啊，刘宝瑞刘大师说过，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团龙小碗，珍珠翡翠博玉汤，还真是，这个还挺不错的。您怎么得了这么一宝贝？这个朋友，不是我的宝贝，啊、这个也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个邻居。邻居的呀，是我们邻居有个郭老太太，她平常都是一个人，然后头些年呢认了个干儿子，哟，时不时的隔三差五老来看老太太，哦，我们这些街坊呢就看着，她平常来吧空着手来，走的时候这干儿子空着手去，对，看老太太，走的时候老得带走点儿。带走点东西，不是干儿子，所以我们都是抢劫去了，这是，所以我们知道老太太手里啊有点玩意儿。就怕老太太上当受骗，所以帮老太太把关，拿这么一个来给您，给我们看看。您是不是社区居委会干部？这个西城街道大妈。啊，这嚯，干儿子认了一干妈。对。上老太太家里去，什么都不带，每次还拿点东西。对。就要把这拿走。反正每次都顺走点。哎呦，那这个，这大妈可能是家里收藏的东西还是不少，肯定不少。可能老太太、郭老太太一个人。有点闷的吗？对啊，嚯，哎，不是您告诉我这大妈在哪儿？您在西直门什么地方？到时候我也认一干妈去了。这小碗要送人啊，我跟您说成本太高了。那我们得看着点老太太。哎，看着点吧，对，看着点。这大妈平时就喜欢收藏吗？还是家里留的？家里留的吧。家里留的，对，那说明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另外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啊。对呀。像这么一小碗，我跟您说，至少得3万块钱。哎呦，您别看这么一小碗，说就这么一个，还是平时吃饭、喝水用的，怎么这么贵啊？您别忘了，它是官窑的，官窑定烧，可能烧这一屋子啊，最后皇上哎挑出或者他那造办处那个几个来，就看出3-5个来，哎、觉得这哎有点意思，剩下全退了，全退了。所以这东西万里挑一的东西，也是之后流传了很多官窑的瓷片，就打这儿来。哎，对对对，关键呢得让这大妈以后手得紧点，另外您得通过这节目得开导开导这干儿子啊。得拿点东西，稍微孝敬孝敬大妈，给那么多宝贝，是不是？对，像您说这拿点东西啊，都不如这个呀。那可不是，得拿多少东西换出这么一个来呀？就是，是不是啊？所以您别看这儿子是干的，但是这碗可不干啊。碗这碗是金的。对，您带我们转交吧。来，您好。您好。喂。对。你看看这个碗。好，您请坐。我刚才注意听了，这跟那个小品，嗯，有点像啊，情节也比较像。哎，那个呢是在这儿呢，等于是，让老人蒙老人买东西。对，这个呢等于咱们怕他是从老人那白拿走东西。对对，说的挺热闹，叫的很亲切，对，是吧？最后占老人便宜。对对，您是有个担心，对，所以来拍宝节目。对对 对, 对吧？这真是好街坊。万一很贵了，就是啊，嗯、对啊。对，咱怎么不认识这样的老人家老太太？是吧？发掘一下，不是，咱是真帮助他去。好，咱们回到这个藏品，有请张老师。嗯，这是一个青花云龙碗，大家看这有两条龙啊，这有云火珠，那么底下有一个大清光绪年制。嗯，那么像这种大清光绪年制，
有这个六字双行卡的一定是官窑、嗯、但不见得全是真啊，但有这个制式叫做官窑、嗯、这块很标准、哎、标准、嗯、那么像这种碗呢，我们说就是光绪时期在宫里吃饭用，在他们宫殿里来讲是官窑给皇上做的，但是他们吃饭的一种碗，生活瓷，哎，生活瓷，青花云龙这个碗在清代的历朝都是这种制式，那么它一直到光绪了，我们说了它唯一的大家看的呢就是这个龙呢已经画得很软了，这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说康熙的龙画的就不这样了，不同的时期这个龙的表现不一样、嗯、大家看这个龙尾巴都很像一条蛇了肉了、嗯、就说明清代也逐步走了下坡路，到光绪已经走入没落了，所以他在这个龙的画法上已经很软弱无力了、嗯、这就说这个时代的特点。青花的这个云龙碗呢，我们说这个大小都有，在我们行里说叫做死牌子货，它一定是有这种制式，还有盘子，大家在收藏当中看呢，有盘子有碗有勺，因为这是宫里的生活用品，所以大小全有的、嗯、这种碗呢，我们说因为它是官窑，大家看它底下写的大清光绪年制，但我们这种碗现在新仿的很多，所以不是说有这六字款就是官窑，没错，但我们要从整体来看，我们说这件东西呢，首先我们从里头看呢，这个釉的我们说比较肥厚，和现在仿的不一样，现在的这种仿的这个釉子呢比较白，没有这清亮稀薄。另外我们说了，到了光绪的时候青花龙已经不好了，这龙画的不好了，但和现在的龙画的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这个龙的这鳞仿的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像这种小碗呢应当含有，还有一套应该真的是应当它应当含有、啊、所以那个老太太是老太太吗？ 对那老太太家里的是不是还有别的，还真是的，你也得看看帮着啊，但这碗是坏的，你看，对它厚有一点，它这个是窑风，所以它这个呢是胎里带，胎里的，所以我觉得它肯定在当时的时候没进到宫里头，嗯，它因为都有毛病了，所以它没有进到宫里，它流传出来，因为要这种表现的话，宫里是不让进的，它这是胎里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使旧了以后出现，这是一个窑风，是当时有些生产出来不合格就脆了，脆了。但我说清朝末年了、嗯、肯定他在管理上不是那么严格了、嗯、景德镇就有出来的，他确实是光绪官窑、啊、光绪官窑这可以这么来定、啊、但只不过他有点瑕疵，那是真的啊。对，在就我说的光绪官窑也是光绪最后期，那是最后期。对，那么这一件青花龙纹的光绪的碗市场价格多少呢？咱们也让参考告诉那位老人家啊，2万块钱左右吧、嗯。我觉得主要它这还有一道窑风，窑风，对，嗯，品相不是不是特别完好。对，如果要是品相好的话，还会可能在3万到4万之间。嗯，哎，那么肯定是真的，我们得有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先给您。对，嗯，这是发出去了。对，好。另外我问问您，肯定那个人是在，就是占这个老人家的便宜吗？反正我们看着就是每次空着手来，然后捎点东西出去。按说应该给老人家带东西来，对是吧？对对对，你要真是亲的，不是说亲的啊、嗯，就是对老太太真好，你总得带点东西吧。对对，看了。所以您过去真的好好提醒一下老人家。是是是，我们就是担心这一点。是是，是不是还有？对，另外咱把这东西呢替老人家给弄明白了，是吧？对 对。他回去心里也会清楚一些。对 对。好的，那感谢参加拍宝节目，也先送出今天的奖品，那么是珍奇的画作啊，又到一年美味时啊。这个题也很简单，您要搜索一下就知道，说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哈，在22年对大婚是吗？对，是吧？对。那么娶的是那个皇后，名字叫什么？嗯，这位女士很有名气，在历史上，对，是吧？尽快把答案发送到拍宝的微信平台。那我再发一份宝物奖励基金给今天吃宝物最佳的藏友。我觉得应该给这个带扇子来的。哎，就这个一书一画，一书一画，对，宫廷画家，后头是这位帝师，对啊的书法是吧？对，好，恭喜这位藏友。那么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乐趣，首播时间，小文可还记得否？每周6日晚上，哎，9点，8:46。